爱的一个人永远同款。武松是文心如甲转世，若不是我阿母这么久活着，你害做诶是尽力阻挡女娃危害世间。假使讲因两个人安尼，你哪安尼想啊？好，咱两个搁一摆机会，好不？都放袂记，你即马已经无利用的价值啊！伊即马最相信我，我阿妈就甲你老两公。孙啊，孙啊，咱已经行足久远嘞，还是到位未啦？就要到啊啦，咱紧行啊！等下啦，你不是讲代志甲武松有关系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就是。我无用的亲家，真久无见面啊！我想要请来阮家做客过客。三分，孙啊，你骗我！但武松讲，伊阿爸在我的手头，叫伊一个来救我。行。我问别人的。你放心，伊是我的贵客，我袂伤害伊。你卖阁假。我知影你想要对付的人是我，但不过我阿爸是无辜的，你即马随甲伊放走。好啊，真简单，一命换一命，只要你愿意用你的命来换你阿爸，我就随放伊走。你好，我答应你，也不过我一定要亲目睭，看到我阿爸平安无代志离开，无问题。你们冲啥？别冲啥！武松，金宝，你来走来遮啦，赶紧离开啊！二十年前，阿母想我才会死去。二十年后，我袂当阁回来联合您，因为我来受到伤害。袂呢，我不准你安尼做，紧离开！这件代志是由我才来开始的，当然嘛要由我来做结束。阿爸，是的，是我不好，我花多了你的辛苦，不要你照顾。回去啦！你做快离开啦！你紧走！武松啊，武松，别走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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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袂后悔？我袂后悔，也毋过嘛，请你讲话算话，从今以后绝对袂当伤害阮阿爸。好，水亏，我答应你，我绝对讲会到做会到，我袂伤害你阿爸。我袂让你死啊！伤过痛苦，跟我来。九九六套六反定，九天一万五，零。武松甲带上来遮是要创啥？那呢？你，他国外把你逼袂过危险，我不相信。你来这做啥？跟上嘛，来。
李中杰啊，已经被文心力量伤到弯曲啊！原来这一次，你是你死给我！唔知影是你讲，还是野心太大呢？竟然廖准讲会当把文贤的力量夺走，实在是太过天真啦！我要替我阿母报仇，我绝对袂当阁和你继续为非作歹。道生，你伫讲啥？我哪一句拢听无？我，你把阿头讲出嘴，我来替你讲。春兰，你。我无法度阁予你安尼继续落去啊！吴湘啊，和我去，我要替恁老母讨公道。我反对，袂当让阿爸去冒险啦。我顶多感觉这是一个好办法，因为阿妈妈都根本就唔知影文贤力量有偌大，顶多予伊会当家己乌康家己听。确实是安尼无唔对，吴湘，你免烦恼啦，我拢会伫个背后保护你。尤可，恁道上一直伫练写术，而且害死几落条人命。你毋是一直伫找阿官？你会当问伊，阿官敢是伊害死？这次受了很严重的内伤，功力已经失去了一半，暂时对咱无啥威胁，咱真紧就会当找到伊啊。尤哥，道上，道上是走去倒位啊？想敢有安怎？凡是会当利用幽客来对付亚麻摩多，老三，阿凡赛，阿凡赛。你遐敢有一个游客啊？奇怪，啊，因为导游离开了，就一直无看迄人。我惊讲，伊敢会拄着什么代志啊？阿伯，咱分头去找。赶紧把心放回来。今天是天狗吃你的日子，我是当事先搞先才走啊，真够我的了。尤克，尤克，你到底在哪？啊！咱这四个都找过啊，是安怎就是找无人啊？尤克，哎，等等，安怎啦？啊，你无发现伊面色怪怪哦？尤克真正看起来怪怪，哪会敢那有体无魂呐？尤克安怎啦？我是惊讲哦，若是出什么状况，凭咱两个人的力量，唔知影敢有法度应付无？无法度真正做啦，救人较要紧啦，起来呀！哦。
来是天高时日，日头又阳转阴日时，是下高修炼妖法上佳好的时机。不然子，我会赶来阻止。时辰要到啊，会当开始啊。多少？有靠！你哪知道多少在这？因为我是你的查甫囝。唔对，你不是有靠，你是异鬼。你就好大，竟然敢不信的有靠死守，你唔给你亏。不过尤克拄则看起来有体无魂，原来有一鬼附身啊！你到底有啥目的？我有啥物目的？你敢看无？当然是接受你的一切。你讲啥？原本我想要利用你的查某囝，亲手甲你杀死。既然互你发现，我就先甲恁查某囝杀死，再来对付你。不要！不要！快点！不想哥哥，你是安怎啦？不想哥哥，你千万唔通让女儿控制，一定要坚持才行啊！就，良心，我一定把伊压制掉。等这天已经等真久啊！这邪淫之气，拢总归我所有。尤哥，时间算了拄拄好，真正是天助我呀！哎呀，如果出现啦，大个已经出来救人好无？你紧来啦！温馨大人，你出现了拄拄好，刷落这世间的灾难，就用咱来做主啊！真好。我真满意，也毋过，你只是我一个棋子，你有啥物资格甲我做主呢？温馨大人，咱是共只船顶的，你袂当讲话无算话啦。想讲话，无算话。刷下来，我的人所有的人死在我的面头前。主家，你也不赶紧放回武松。强主家，你来受死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武松，保持意志，千万唔通去予陆家控制。
是你主动的头，木立光啊，你讲明珠都无得好效果。强子啊，你这款功夫嘛想要收啊？你卖害命啊！大爷，哪会法宝拢无效啊？可恶，连天时地利嘛伫个配合温馨，好，都看安怎收拾你。快点把路牙收掉！可不行，卖这个时阵来破坏我的好事。对，大爷，你一定会当甲之前同款，把路牙压下去，对无？路牙确实也贵了，功力大增，我这帮鬼当做的都是该消灭。哪里？不是哥哥嘞！我的命跟世界的人比起来，一点也都无重要。我的一生，今日，今日。武松死啊！武松跟你死啊！武松！啊！先生，紧起来！武松为着救谢林，已经牺牲家己啊！以后世人一定有福报。我拜托你，会当叫我倒上无？拜托姐啊！不啊！我痛你无？你去帮我救啊！是我输啊！我来讲，歹事做这个人是我，跟我什么皆无关系。请你手下留情，卖伤害伊。你别哭啊！别在哭，都是挂念你，你无法度安心走。多少？你别再忘记了啦。有个，多少？一世人歹代志做伤济啊，今晚要啥呢？是天公伯给多少的报应？答应多少？多少走了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家己。你还坚强活落去，知影无？多少？啊啊！武松哥哥，俗语咧讲，南岛自生，北岛自死。古早人相信天象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，所以道教就发展出延寿寿命的七星等秘术。也因为姜太公在道教的地位是众神之神，
所以点灯时必须爱主持敬太公为首。七星灯象征北方玄武七星，依据北斗七星的四时的一个变化，五行的一个分布，阳明山姜太公道场每年会举办七星灯大法会，运用这个阳明山七星山这个龙脉穴位，七盏灯要连点七天七夜不能熄灭，将我们信众的需求上达天庭，能够帮我们信众度过所有难关。民间的法术也是有很多科学法度解说现象，但是书在人为，有七星灯的加持，也就要脚踏实地借当度过难关。你眼中的大雨，起雨哒哒。我心中的千金少，才会放下。冷冷的风雨寒，路灯卡双人影，叫一声，我的宝贝心肝。你送我的心物，叫做真心不换。你曾经有讲过，只爱我。滚滚的相思啊，在心中一直甲心相偎，就来作伴。